少林童子功是中华功夫中最为传神的功法之一，也是少林武术筑基训练之法，更被视为镇寺之宝。少林童子功在动、静、呼、吸、运气、用气方面有独到之处。正如功法艳诀说，拳打十分力，力从气中出，运气贵乎缓，用气贵乎急，缓急神奇术，尽在一呼吸。常练童子功，可使身体各部位软如棉，轻如燕，硬如铁，丹田真气充足，筋骨柔韧，犹如童身。本节目由少林武术教练亲身讲解示范，传授手型、步型、手法、腿法、平衡、跳跃、外功、内功等全套功法。习练者根据身体条件循序渐进地进行演练，即可达强身健体之效。